欢迎来到广车讯 King Autos， 继续乖乖居家防疫，但赏车不能停，新上市的车款怎能错过？我们早就帮大家整理好几个大重点，很值得关注，看下去吧 ，Let's go。精选一 ，Audi Q5 的动感版 Audi Q5 Sportback 开始预购喽！除了率先导入的 45 TFSI Quattro Advance 车型，还同步推出限量50台的 Edition One 车型。哼哼，看来双 B 有对手了。精选二，轻油电省油是应该的，但是省到超越同级就稀奇了。全新八代 Volkswagen Golf 首次导入 ETSI 轻油电动力系统，这油耗表现也太亮眼，边边的精神雷达来 feel 了。精选三，讲到露营车就一定会想到福斯商旅的 California 系列，除了 California Beach 与 California Ocean 之外，压轴登场的是功能更全面超值的 VWT6.1 California Coast，而且又是限量的哟。精选四，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新一代 Porsche 911 GTS 热血登场，不仅带来前所未见的性能与动力，还有专属的悬吊系统，全方位从里到外的再进化，边边看完也热血起来了。精选五，六月的大话题之一就是十一代的 Honda Civic 的推出，一亮相就是帅帅的五门版本。至于说好的 Civic Hybrid 油电车型以及众所期待的 Type R 呢，别急，明年就会开卖喽。以上带大家快速回顾本周热门新闻，更多完整内容继续往下滑到影片说明就能回顾文章喽。记得给我们一个 Like， FB IG 也要 follow 哟。下周再见啦， See you。